团购券为什么不能用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跟那个团购网站的合作已经停止了。可是如果你停止了，干嘛还在网上卖这个团购券呢？那你得去问网站。但我们在门口已经有告示，相信几位进来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。一群人说着话往里走，谁会看见你们的告示啊？菲菲，算了吧，我来接。若楠，你怎么也这样？学着初夏，满口算了算了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他们理论清楚。菲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情要马上走。单呢，就我来买吧。就当是预祝初夏求职成功，我等会给你出去算。学长，这样不合适，要不我们还是 AA 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学长 ，A 是 AA 制吧？你们就听我的，电话联系啊。又要办上了，难道想让人觉得你对这次会面不重视吗？赶紧换衣服吧，我的灰姑娘。不是你先闹我的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要的发票。还有就是那个关于团购券的事，我们非常的抱歉，所以呢，经理呢特意送给各位一份甜点礼盒。谢谢。二宝，给我。泰迪市长应该还没走远，他一上班族也挺不容易的，匆匆忙忙替我们买这么大一单，我把这给他送过去，当早餐可以当好几天呢。好，快去吧，来，我先去啊，在楼下等你们啊。哦，快点啊。走啊，菲菲，走了，干嘛呢？对啊，上网查点东西。查什么？学长可不是一般的小职员哦，他刚刚结账的时候递出去那张卡，我可是见过的 ，VIP 钻石卡，你知道那代表多少的资金数字吗？我越想就越不对，所以我就上网一查，你猜怎么着？他确实是在台积网工作，不过他的职位是 CEO， 标准的科技新贵哦。你跟泰迪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，确实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男人来依靠，但我希望泰迪不要成为你的目标。记住我的话，如果你一旦做不到，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戳穿你。沈总，尽管你对我有很多误会，可是我并不想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一解释，就好像我真的想要跟泰迪学长怎么样似的。对你来说，